在华视现场，我们看到中共今天清晨宣布展开联合利剑2024B围台军演。根据我方国防部最新的公布消息，从13号清晨6点到14号的早上8点为止，一共有共计25架次共建7艘公务船4艘扰台，国防部强调随时应处，并且监控当中。